公主是不是很失望？来的不是魏淑玉。本宫命你不许去找他。公主，如果你真心喜欢他，我便替你把他绑来。你们远走高飞便是，所有后果我一人承担。你要如何承担？以你的官职身份，若是我走了。 阿叶雷霆大怒，你要怎么承担？我七尺男儿，上顾天地，下顾亲友，承蒙公主不弃。如果你把我看作朋友的话，我便替你筹钱备马，你自管走就是。我不走，我是永安公主。 从我葬下小五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要好好的做这个大唐的公主。所以我不能走，我要去面对这一切。那公主是要去和亲？不，我不去。但我不想依靠任何人。我要自己去争取。浩多，你会站在我身后吗？ 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长哥，孙哥哥，你来了，快上擂台去！我只是来观战的。什么来观战？来都来了，明明心里想帮你，还口是心非的。我不帮别人，乐嫣又不是别人。哎呀，孙哥哥，你先别说了。 虽然我非常不想让你上台，但是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了，你快上去吧。如何还是无人敢上台吗？若是再无人挑战犬子，那犬子与大唐的婚约就算落定了。快去啊，孙哥哥！事急从权，先打了再说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解决。就是，哪怕长歌同意了，我也不会允许的。这什么情况？ 已经给了各位足够的时间考虑了，我再数最后三个数。若还是无人上台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三，孙哥哥，你看他那个得意的样子，难道就不想揍他吗？二，快从这跳下去！啊，我。 一，阿隼，还有我，好多。 你是谁？能赢你的大唐小卒？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以前，我觉得你冷血，一直怕你。后来，我觉得你只是外冷内热，是个好人。 现在，我觉得你是个没有感情、没有思想、没有新的提线木偶。好多，你的眼睛不会看吗？长歌从长安一路逃亡，何时做过伤天害理、有伤大唐的事情？在幽州，长歌为了拿住李苑跟王君阔，不惜以身犯险。 差点命丧黄泉，在朔州，他为了一城百姓甘愿被俘，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这还不够吗？你所谓的命令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
既然已经出了城，你也就没什么用。把人押去。是。怎么样了？已经抓捕。公主睿智，竟想到如此妙计。真正饿肚子的人，周里这点土算得了什么？有没有受伤？我饿。一会儿姐姐去给你拿好吃的，好吗？嗯。这附近我已经派人守着了，按照公主计划进行。现在外面不安全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公事既毕，就不劳烦浩统领了。去吧，找哥哥给你拿好吃的。你站在那儿干什么？浩都，你为何站这么远？我怕公主不想见到我。那你为何还来？圣命难违。若我不开心，你就敢了？浩都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呀？浩都，我让你站住！我就是怕你生气，但我又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做什么都不对，做什么你都不开心。我只能远远看着你，只要你安全，我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。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你转过来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